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，2021新年快乐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利用合作社的食材做出地中海料理。看到这一锅呢，这叫做 shakshuka， 它是阿拉伯美食，在地中海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。那它是用大量的橄榄油，然后还有洋葱、番茄，还有大蒜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下去炖煮的一个素食料理。我会带大家认识鹰嘴豆，还有合作社的cheese， 高达 cheese， 然后还有 mozzarella， 各式各样的变化都有。我们三月份的课程呢，非常的精彩，所以大家敬请一起期待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